美，但是一地震来的时候全部都毁，心都碎了。对啊，行就是很多人呢，他吃的简单，穿的简单，然后呢住的也 OK， 喜欢呢到全世界各地方去旅行。我现在要讲的是，到底什么东西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你用这辈子换什么？有人换名，有人换利，有人换人缘。我想比较如法的答案应该说，从佛教徒来讲，你应该说你这辈子用你的生命来换什么？换两个，一学习佛法，第二行六度万恒的菩萨道吧，这个才是你来人间有意义的，对不对？不然你想想看，真的断气的时候没有一样可以带走的。你想想当我们断气的时候，师父身上这条黄色的水珠，念经念珠，哎，很惭愧，人家供养我，但是我也带不走。你说呢，你带最大最大的珍珠啊，真的好几克拉的钻石啊，你可能吞进去吗？说哦，我带到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的。可是你这样思维有什么好处？就是你真正会看破与放下，把你人生啊真正很宝贵的生命跟体力，你想一想你人生到底要换什么。有人换名，有人换利，有人换吃喝玩乐，有人呢换了一生苦苦恼恼的人生，对不对？所以这里讲施爱三摩地，是呢你布施的时候你要以欢喜心去做。布施是六度波罗蜜第一个，六度都很重要。看第十五，金刚幡三摩地。这个金刚幡三摩地就像前面的传方宝盖一样哈。十六个，观察一切世界三摩地啊，观察世界。观世音菩萨呢，他看三千大千世界啊，在佛经里写阿罗汉看三千大千世界，就像掌中拿一个阿摩罗果，阿摩罗果大概像奇异果这样大吧，对不对？阿罗汉去看三千大千世界就这样，那菩萨看三千大千世界就像一粒啊小的芝麻一般，他可以观察一切的世界三摩地。各位想一想，现在全球有140个国家，好，来我来调查一下啊，你这辈子去过啊50个国家以上的请举手，40个，30个，有没有？20个，很惭愧，师父去了22个国家啊，22个国家，15个国家请举手，10个国家的请举手，好，也有连友，5个国家的请举手，好好，都没有出国过的，都在新加坡的请举手，有吗？应该不会吧，起码你都会去就后巴路加浪加浪吧，或是去巴淡岛，对不对？啊，意思是什么？每个的福德因缘不同，师父也有师专的同学，很可惜一辈子他都没有出国过，每次我要出国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哇，对，他说很羡慕我，我说那我们两个来换一换吧，他说不要，做和尚很辛苦的，对不对？所以这里讲观察一切世界三摩地，答案是写下来，就扩展你的心量，升起你的大悲心。观世音菩萨在十方佛国土都一切来去如自在，所以普门品说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观世音菩萨也住过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的净土，但观世音菩萨也到过地狱恶鬼畜生过，所以所有的世间呢，他都看过了，他了悟事实的真相，其实他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接下来看第十七，乐善事三摩地。善事是佛陀的另外一个名号，就是说简单的讲就是善事，有些解释就是说很有善心而离开人间的时候非常欢喜，以快乐跟善为以快乐跟善良的心而当生命结束的时候，你觉得你这一生很值得。第十八个，神通业三摩地。好，佛菩萨有神通，不过过几天我会讲神通敌不过业力。新加坡的佛友、东南亚莲友都很喜欢讲神通，其实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所以它叫神通业三摩地。十九叫佛顶轮三摩地。佛顶轮是佛成佛的时候，好，看一下大殿，谢
释迦牟尼佛头顶有肉髻，有没有？中间佛无间顶像，头是凸出来的，他不是被人家打到的，是自然这样智慧涌现。然后佛的头发是向右旋转，叫佛顶轮三摩髻，这只有佛才有。菩萨，你看观世音菩萨，所有的菩萨都是戴头发的，因为头发呢就会有宝冠，这样你才会头不会乱乱。只有佛叫佛顶轮三摩髻。接下来看二十，妙眼月三摩髻。刚才十一说妙眼如意三摩髻，这里讲妙眼月三摩髻，就说你真的有智慧的妙眼，就像清净的月光一般，所有的众生看到你都会欢喜的。请看幻灯片。好，现在是 part 6，我看到在座也很多新的佛友，所以我会复习一下 part 1跟 part 2我曾经放过的观世音菩萨照片。好，请各位要耐心啊。请看观世音菩萨光中出现，六道一切众生。看右下角是恶鬼，吐着火的恶鬼，所以中国有浇面大士，哎，啊，待会会给你看鬼王。左下角有马王，也就是我们这一段这个三摩地讲完就要讲观世音菩萨是见马头明王救度众生。所以由这个经文可以确定佛菩萨的确会化身为动物的身。好，接下来再看佛在世的时候，观世音菩萨跟文殊菩萨们都会化现的印度婆罗门身，而且是非常尊贵的。各位去过印度，你可以看到印度贫穷的人很多啊。印度的文化很特别，错综复杂，简单的讲两个极端 two extreme， 像 M 型一样。印度呢很有钱的很有钱啊，全世界最有钱的首富也曾经在印度，可是印度也是全世界国家最贫穷最贫穷最贫穷的国家，乞丐是最多的。现在今年全世界有70亿人口，70亿，排行榜第一名的是印度，第二名是中国大陆。啊，印度人太会生了，没事呢，吃的东西都很营养。所以印度啊，你可以看到修行的婆罗门或外道苦行的很多，但是印度啊，吃喝玩乐的纵欲的也最多。印度呢啊，所以它都是走两极端的。你看印度呢，德里啊或孟买啊都是非常漂亮的皇宫，但是呢印度啊也有贫民窟，是全世界呢哎最脏最乱的。它都是两个极端，可是在极端当中啊，却它有它自己的秩序。所以佛在世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也曾经化为印度婆罗门的贵族身。你看善财童子53参，善财也是婆罗门出生的。文殊师利菩萨示现为婆罗门身，最后跟佛出家，他们都是尊贵的婆罗门。好，我想新加坡人对于印度文化会比较了解，因为这边有 Little Indian， 在我们台湾就比较不熟悉，尤其你到了印度你就会看到很清楚。可是不要忘了，好，传统上大家都喜欢观世音菩萨清净庄严身，所以大乘佛法所供的佛像都很庄严，待会我会给你看。可是我们很难接受观音菩萨变这样的身，玛哈嘎啦，那我们就会，观世音菩萨真的会这样吗？答案是我们凡夫啊，注意听，刚才我讲一切都不是真的，都是你自心的显现，所以你都会喜欢，我喜欢庄严的观世音，可是我不要喜欢那种奇奇怪怪的观世音。他也是观世音菩萨，尤其是佛在讲经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为了度印度的婆罗门教还有印度的祭司，这张是尼泊尔的玛哈嘎拉石雕的，印度教跟佛教都来拜，而且感应力非常强，就像司马禄的观音庙一样，你所求一定如你的愿，其实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接下来再看，在印度是四臂的观世音菩萨也像呢啊，现出现像护法一般，而且啊，他还骑着是孔雀，因为在印度里面认为啊，有钱人啊家有公园，公园里面啊一定放的都是孔雀，所以你看 Happy Deepavali 用什么做代表？孔雀，印度文化里面认为最为尊贵，
我们中国大部分是龙，每个文明都有用不同的动物啊。印度文化里面认为孔雀是很尊贵的，所以观世音菩萨给化现为四臂的这个骑着孔雀的护法。接下来再看白教玛哈嘎拉，哎呀，真是很可怕啊！这个好像倾盆大雪啊，这个流着血，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为什么呢？哎，各位你知道世界上有黑道跟白道，要渡给浪的这种众生啊，大概都要化现这样子比较有用的啊。但是呢，接下来再看利他行，请看经文159页第18行第21个利他。利他就不是只靠自己，你要靠很多的眷属。第一个叫了多眷属三摩地，简单的讲眷属圆满就是人缘很好。有些佛友一辈子自己修行很孤单，为什么？很孤僻，就是说简单的讲，世间人讲这人有洁癖啊，就什么东西啊他都觉得很复杂，都不喜欢跟人 相处，这是不好的。听好，真正的大悲观音法门是在人与众生互动当中，你要升起六度波罗蜜的功德。所以第一个，在利益别人当中你先要有助手，所以21叫了多眷属三摩地，代表眷属圆满。第二22天眼三摩地，好，在金刚经里面讲佛有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我再讲一遍，请写下来。一，凡夫的肉眼；第二个天眼，像阿罗汉就有天眼通，坐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台湾，那就是天眼；坐在这里可以看到伦敦，那是天眼通，没有时间空间的距离，眼睛可以看非常非常的远。甚至有些人呢，他还可以坐在这边可以看到天上，这是真的。肉眼、天眼，第三个慧眼，智慧的慧；第四个法眼，佛法的法；第五个佛最只有佛有的叫做佛眼。菩萨跟佛是五眼圆明，那天眼是真的。举个例子，我去印度朝圣，我真的有一个上师，他有一天在讲经的时候，他就真的讲，他突然很随性讲，我不要说谁，就是真的一个老师坐在那边，他在讲经，他说各位啊，要庄严一点啊，因为天龙八部都来了，都在天空啊，我现在就看到了。我们吓了一跳，他不是打妄语哦，他说天上的人啊在走啊在飞，我是看得到的。答案是什么？你要心清净的时候，你才跟那个空间是可以沟通的。那各位坐在这边大部分都看到什么？心里小心眼，对啊，是鬼眼，所以半夜都是看到鬼，不然就是周末看鬼电影，对不对？你为什么会跟某些众生特别有感应？其实那是必须跟他有缘。而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看得到六道里面呢，我们人道的众生看得到的是什么？是畜生道，像鸡啊、狗啊、猫啊，我们看得到是因为它的个业力的能量跟我们比较近，否则你是看不到的。好，请看23照明照劫三摩地，劫是无量劫的时间，明照就是说可以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障碍，看到过去、现在、未来。因为你看到过去、现在、未来，你才能帮助别人。可是在23请做一个记号，就是神通啊，是不可以有私心跟妄念的。假如你有私心跟妄念，那神通会害了你。举个例子，有很多人喜欢有一些特殊功能、奇异功能，哎呀，观世音菩萨你要让我神通啊，我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众生，都很喜欢赶快快速结束。其实神通不一定好事。举个例子，假如师父现在坐在这里，我有神通，我听天耳通，我听到我台湾的学生在背后骂我的话，那我不是很不高兴吗？所以不要听到会比较好吧，对不对？假如你有天耳通，那你走到坟墓，对不对？或是海边的时候，你看到很多幽冥界众生，那你可能就不敢去圣淘沙啦，对不对？人家看夕阳无限好，结果你看到夕阳的时候，都很多鬼这样跳来跳去。所以有天眼通不一定是好事。答案是什么？你的心要很纯正。佛菩萨这些三摩地的神通都是无私而利益别人的众生的。
假如你有妄念，会有贪嗔痴的烦恼，那会来对你来带来灾害的。你看二十四，变现见三摩地，就是用神通当中可以变化，让众生看到过去、现在、未来。这个见就是看见的意思。二十五，莲花上三摩地，把莲花做个记号，它代表六度万恒之因，表示你的三摩地是建筑在菩萨的六度波罗蜜的菩萨之因上。二十六，上王三摩地，就是王是殊胜，上王就是更为殊胜，连呢国王你都能够驾驭的，这叫上王三摩地。看二十七，清净阿鼻三摩地，观世音菩萨把二十七画起来做个记号，观音菩萨就有清净心，可以看到阿鼻地狱的众生的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观世音菩萨可以帮助他。第二十八，性相三摩地，就是性相，就是有信心了悟万相的变化的真理，而能够帮助众生，叫性相三摩地。二十九，天轮三摩地，哎，各位应该去做一下新加坡的摩天轮吧？对，我是没有做过。啊，看起来呢这样很漂亮。那你在绕的时候啊，你可以看到六道轮回的真理，所以这叫天轮三摩地，是指了悟六道轮回的真理而帮助众生。最后三十，洒甘露三摩地，大家最有名的就是白衣大士啊，扬之净水，遍洒三千。所以观世音菩萨在地水火风里面，三十请做个记号，是以水大水的因缘来帮助众生。所以我们念大悲咒会祈求大悲水。好，当然药师佛你也可以拜药师水。好，地藏经你也可以拜地藏菩萨。但是以地水火风四个角度来讲，以水来帮助众生的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用大地的地泥土。所以你会感觉到日本、韩国还有我们台湾乡下，只要农夫很多人都会拜观地藏王菩萨。为什么？希望大地大地生长很多农作物，没有障碍。观世音菩萨是用水遍洒三千，文殊师利菩萨是拿智慧之剑，智慧上面有火，所以代表火。普贤菩萨骑大象，大象六走经过的地方大地六变震动，所以代表风，地水火风四个啊，菩萨不同的代表。接下来再看三十一，轮光明三摩地，是讲了悟六道轮回的真理，而且看到众生也有佛性，其中有光明，叫轮光明三摩地。三十二，海深三摩地。好，海请画一个记号。华严经常常讲广大如虚空，深彻如大海， as vast as the sky, as deep as the ocean。意思是说观音菩萨包容啊，所有的众生就像海一样，所以这个心量很大。你念观世音菩萨的法门的时候，你的心量也大一点。你看大海里面干净的河流或不干净的河流流下来的时候啊，大海都能包容的，叫海深三摩地。看三十三，多功三摩地。多功这里是指多个宫殿，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会看到观世音菩萨每一个毛孔里面都有无量的净土，有很多人都住在不同的宫殿里面修行，钱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人非人等天龙八部啊，都住在不同的宫殿里面。所以观世音菩萨感得呢净土圆满，叫多功三摩地。三十四，迦陵频伽身，是极乐世界的一种鸟，叫迦陵频伽。它的声音呢比这个就像很漂亮很漂亮的鸟。请问你们觉得什么鸟的声音最好？在佛经里是讲迦陵频伽，像天上的天女的声音。所以当意思是说观世音菩萨得到这种三摩地啊，可以用最微妙的迦陵频伽声音为众生宣说佛法。三十五，青莲花香三摩地。莲花是佛教常常代表的有青黄赤白不同的莲花，这里是讲青莲花。香是指戒定慧真香。
36运载三摩地，把运载做一个记号，马头明王。下面要讲的在160页，罗刹女鬼国，它就是可以运载众生。那释迦牟尼佛过去是前身的时候，商人要逃跑就是骑着马，然后马他赶快跑，一直跑一直跑，叫运载三摩地。因为在中国古代游牧民族的时候，在草原上跑的速度最快的是用马，所以用马做比喻。那佛有时候也会用狮子做比喻，佛狮子呢是狮子在动物园里面呢，狮子吼，对不对？狮子一叫的时候，所有的动物都害怕，所以佛比喻为讲经说法如狮子吼。请看37，金刚铠三摩地，铠是打仗的时候的铠甲，代表你的道心，利益别人的时候不会受影响，是金刚铠坚固不动。38，在帮助别人当中，不要增加别人的烦恼，要帮别人除烦恼三摩地。39，刚才说马，现在讲狮子步，对不对？狮子走的时候是非常稳健的，叫狮子步三摩地。40，无上三摩地。好，接下来看照片。在印度佛教刚开始，观世音菩萨，我在 part 1 跟 part 2 问大家问题过，大家都知道答案，观世音菩萨是男生还是女生？你不可以答案不男亦不女。其实观世音菩萨不是男生也不是女生，可是在佛教史的印度造像里看一下，初期一二世纪莲花手观音，你看左下角就有一个狮子，狮子吼观音，那雕的雕像就是观世音菩萨是男众像。你看，这是我在印度菩提迦耶买到的莲花手观音，用菩提树的树木雕的，左上角是阿弥陀佛，你看它就有印度人造型的样子，有没有？尤其是各位在新加坡时候去过小印度，你看到印度的很多神造型跟这里一样，所以佛教的造像是会受着不同文化而影响。接下来最有名的狮子吼观音，贤劫第六尊佛伽玛巴就叫狮子吼佛，他是弥勒菩萨下一尊的狮子吼观音，所以他左下来是左下角是刻的是印度教的狮子，然后他呢长相像男生一样，头上是戴的宝冠，叫狮子吼观音。接下来再从印度佛教在7、8世纪传到中国，就通过了丝绸之路，还有最有名的敦煌石窟，可以看到有雕西方三圣，其中就有观世音菩萨，最有名的是敦煌壁画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各位大家知道琉璃工坊吧，台湾杨惠山女居士，她就雕了一尊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其实就是用这一尊做图形的，最后供养佛光山。她光雕这一尊，就烧了整整做了1年，放在台湾的这个佛光山的佛陀纪念馆，非常非常壮观，原图就是这一个敦煌的壁画千手千眼观音菩萨。那观世音菩萨你可以看到这里有长的胡子，大丈夫像叫做隐床幡观世音菩萨，也就是说在临命中的时候观音跟阿弥陀佛会接引你。那右下角是古代一个所谓的皇后或是公主，她一生斋戒沐浴然后建寺庙也拜观世音菩萨，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敦煌的壁画里面常常佛像底下会刻这个是某某人供养，某某帝王供养，或某某公主广修供养，祈求国家天下太平，然后呢将来他能够一切众生都成佛，这叫隐床幡观世音菩萨。接下来再看，这是最有名的中国大陆现在有舞蹈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舞蹈，我想你们可能都看过，然后呢就像千手千眼，所以这是敦煌的壁画，非常的庄严，所以可见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很大，而影响到宗教也影响到不同国家的文化还有艺术跟音乐。梵音海潮音，甚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从心起。好，接下来看
台中国四川重庆大竹石窟得到世界文化遗产登记的叫日月观音，这是石雕的，非常的庄严。接下来再看，我们中国人从明代以后最喜欢这个，就是白衣大士杨枝净水观音，尤其在我们办大悲忏一开始就会唱杨枝净水赞，是从中国明朝以后大悲忏在全世界呢华人的地方都非常流通啊。商业精舍我们本身礼拜六也拜大悲忏，第一个都要唱杨枝净水赞啊，这就是中国最有名的啊，保留在故宫博物院里面的这个杨枝净水观音的木雕原版画，它是黑白的啊，你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是身上呢清净庄严累觉修，观世音菩萨从头到脚啊都带满了珠宝，还有这种丝绸的衣服，所以观世音菩萨是很有福报的，对不对？接下来再看中国大陆普陀山普济寺最有名的毗卢观音殿，也叫做九龙观音殿啊，这是侧面给各位看到，正面非常壮观啊。我这次又找到了，右边是善财童子，代表华严经；左边是龙女菩萨，代表法华经，代表观世音菩萨啊，华严跟法华两个都弘扬。那他头也戴五方佛宝冠，叫毗卢观音啊，是全中国大陆最庄严、最壮观的啊，两层楼以上高的观世音菩萨。听说这个大殿可以容纳1000人，每次拜大悲忏的时候，怎么让多少人一直绕、一直绕啊？哎，都在大殿里面，所以叫做神通宝殿啊。接下来再看，中国现在也进步了，南海叫做观世音菩萨，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雕像就是以中国明代以后杨枝净水片洒三千，因为中国人很喜欢白色，白色有点像基督教一样，好像啊，这个代表清净庄严。那观世音菩萨片洒三千，所以很多人都会说观世音菩萨很像西方的圣母玛利亚，其实两个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可以说他们都拥有同样慈悲的本质，但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在中国雕像里面都喜欢这个南海观世音。再看下一张啊，也是观世音菩萨铜鎏金的，对不对？中国人喜欢白色，白代表清净不染，我们在禅观里面也是观白色，也可以观黄色金，因为中国人都喜欢发财，对不对？都说什么都是黄金，金代表如来藏本性的显现啊，所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都是在文革以后中国大陆复兴而重建的啊，由中国大江南北人出资供养。接下来啊，上次看过1959年台湾很不幸发生87水灾，观世音菩萨亲自显前。我是1966年才出生，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在哪里飞吧，不知道在哪一道，可是我听过老人家讲，当时啊，民国48年，也就1959年的时候，台湾啊，道教一贯到民间宗教，那时候台湾真的很大的灾难啊，狂风暴雨啊，台风来，然后淹水啊，所有人都念观世音菩萨啊，然后呢，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显现了，这是由美国的啊这个飞机，当时我们台湾跟美国还有建交，美国的飞机。啊，然后在虚空中拍出来的，然后洗出来，然后就哇，从此呢就在早期啊1960年代呢，是到1980年代呢，在台湾所有的乡下啊，只要有供观世音菩萨的地方都有供这张照片，最后化成彩色的就是祇龙观音。所以你可以看到观世音菩萨因众生的显现，他是清净庄严的白衣大士啊。我在净土在宽济念佛堂讲过阿弥陀佛48大愿，我的一个同学张志聪，他的妈妈临命终的时候就见到观世音菩萨白衣大士亲自在医院里为他洒净，就叫他的名字黄云娥啊，人早死晚死都要死啊，他只有52岁而已，你就放下吧，跟我去西方极乐世界吧。观世音菩萨亲自跟他讲话，他就放下，因为他很虔诚他修到欲知实质，他现在在西方极乐世界，他听得到我讲经的，他真正的，可是呢以52岁老实讲并不是很长寿，他得到红斑性狼疮有3次，
第一次送进医院就出来，第二次呢送进去还是这样，到了第三次观世音菩萨就亲自出现哦，在医院里面，就是这个，他说白衣大士一模一样，然后洒甘露，叫他的名字，人早死晚死都要死的，你就放下吧，跟我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他就预知时至了。所以你能够感动观世音菩萨亲自为你说法，那是要多善根多福德因缘，他从小就拜观世音菩萨，也念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好，现在是第十七世大宝法王，所谓华人化的奇龙观世音菩萨啊，这次的大宝法王多才多艺啊，也跟华人的缘非常深，甚至他也化过华人的这个西方三圣啊，也有在东南亚流通。好，接下来再看，那刚才讲毗卢观音，右边是善财童子，左边是龙女菩萨，这样的 pattern 就这样三尊式的模式，本来最早是在中国，可以看到五台山早期的木雕佛像就有，后来佛教影响道教以后，就变成南海普陀观世音或是紫竹林观音。各位现在看到很多呢，就是呢你家里可能供啊大悲供啊，或是供啊哎这个所谓的城隍爷啊，或者你供啊关公，可是背后啊都会有那个画像，对不对？画的就是南海普陀观世音，其实就是从这个造型来的。你看大悲观世音菩萨啊，南海观音，它是非常自在，它头顶上呢是阿弥陀佛。好，接下来再看160页恶力行。好，我讲快一点，自利跟利他的时候呢，也会产生相互的影响。有时候我们遇到清净好的善知识，看160页第二行，我们清净好的善知识，善知识鼓励我们，那我们也会进步。假如你清净到恶友，你虽然想帮他，但恶友的坏习气啊，跟恶的负面能量也会影响你。所以在菩萨道当中，先要远离恶友，清净善知识。所以当然观世音菩萨是正悟的圣者，所以他的恶力行都是清净的，也就自他自己跟别人的人际关系互动是完全清净而没有副作用的。请看41降伏三摩地啊，他有点像500罗汉里面的伏虎罗汉，他可以降伏众生。42妙月三摩地啊，有清净的智慧，像天上的明月，永远不放弃众生。43光耀三摩地，永远放出慈悲的光芒，照耀众生。44百光明三摩地，光有很多很多种，以现在科学来讲，可见光波有很多很多，光明里面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光波，所以用百代表多的意思，百光明三摩地。45光当中会出生火焰，就是智慧的火焰，很炽盛，所以叫光炽盛三摩地。46光明可以转为清净的业，所以叫做光明业三摩地。47妙相三摩地啊，大家刚才看了这么多照片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是非常非常庄严的，它有殊胜的微妙的庄严的相好光明，所以叫妙相三摩地。第48劝阿修罗，阿修罗是什么？嗔心很重的，在六道里面，阿修罗啊，阿修罗，阿修罗，我们常常说呢，其实人间啊，六道里面呢，啊，大家知道天上有人间，人间有天上，还有阿修罗道，就是这里的阿修罗，啊，阿修罗，其实翻译的字不同，就是阿修罗。什么是阿修罗？嗔心很重的，就是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哈，是他过去福报很大，但是不如他的意啊，他就脾气很大，所以对后来他投胎变成阿修罗道。但是他因为福报很大，他有神通，他喜欢跟天人打仗。为什么喜欢跟天人打仗呢？因为男的阿修罗很丑，那他想要太太，那最漂亮的太太是什么？天上的美女。所以阿修罗常常跟天人战争打仗。佛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天人就去求佛陀，佛陀说你要保护自己，你要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佛就教他们念般若心经跟摩诃般若波罗蜜。当他一念的时候，阿修罗跟天人打仗的时候呢，这阿修罗就被打退了，
被打退以后，他嗔心报复心很强，谁可以降服他？观世音菩萨。所以叫劝阿修罗三摩地。简单的讲，就是假如你现在遇到一个黑道啊，拿着枪在你面前说你，如果你阿弥陀佛的话就放下去，请问你会不会念呢？来，我考一下。有人说，哎呀，那师父我就啊，这个耐烦做事好香凉，大哥大我们好好说，对不对？你可能用这种方法。有人会说啊，没关系啊，他绑的一身，那我就念阿弥陀佛，刚好去西方极乐世界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面对恶势力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道心。我建议各位去看一部电影叫做《翁山书记》，有没有？ The Lady 是非常了不起的，是缅甸的这个得到世界诺贝尔和平奖的，非常了不起。你可以看到他其中有一幕，就是黑道人呢，枪在他面前，可是他还是勇敢走过去了。请问，假如现在一个黑道的人拿个枪对着你，或给浪突然就拿个刀子对着你，你怎么办？这时候真的是考验你自己啊！当然你要念大悲观世音菩萨，没错哈啊！刀寻断断坏，意思是说，遇到恶势力的时候，你的道心坚固不动，可以劝化别人，这叫劝阿修罗三摩地，这是很不容易的，对不对？因为我们遇到老公跟老婆，尤其是太太遇到老公啊。发飙或者发脾气的时候呢，就叫小孩子赶快走，赶快走，我们去公园散步，赶快去公园散步。当然避开是很好，可是呢，假如我们不调伏自己的嗔心的话，那是很苦的。先看49，叫做宫殿三摩地。我刚才说过，观世音菩萨成就各种宫殿，然后可以让天龙八部都居住，后面经文会讲。接下来看50，现缘集三摩地。好，很不幸，上个月台湾真华老和尚，就是前福严佛学院的老院长往生了。所以我们说出家人示现缘集，就是这里讲现缘集三摩地，也就是观世音菩萨他可以用成愿再来，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可是当他要往生的时候啊，他又可以示现回到佛的净土，叫现缘集三摩地。51，大灯明三摩地，它可以为众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就像呢，就是广大的灯，要举取广大的光明，为众生做指引。52，灯明王三摩地，在光当中，它是最为殊胜的，叫做王。53，请做个记号，救轮回三摩地。就是当你的心很痛苦的时候，或是你觉得六道轮回很苦，有些甚至在座的女众的莲友，你不要介意，师父只是说，有时候你碰到恶婆婆啊，你是人家的媳妇儿，可是你遇到婆婆总是呢百般的折磨你，刁难你，甚至呢在老公面前专门做你说你的坏话，这时候怎么办？念观世音菩萨，念六字大明咒，它会救你出六道轮回的痛苦。因为你跟婆婆辩也没有用，你跟老公解释呢越描越黑，念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可以救度很多的众生，身心都出六道轮回，所以叫救轮回三摩地。接下来54，文字用三摩地。好，就是可以得到文字，用文字弘扬佛法，利益众生。55，天现前三摩地。天现前就是在天人面前，观世音菩萨可以来去自由，没有障碍，自由的现前。56，相应业三摩地，观世音菩萨可以用不同的善业、恶业、杂染业，都可以现前应众生的需求，这叫相应业三摩地。因为我们众生的业有清净的，有不清净的，有杂染的，有染污的，所以它都可以自由，叫做相应业三摩地。看57，见真如三摩地。见真如三摩地是讲《金刚经》的真如本性，见到真如本性的本体，这个叫做见真如三摩地。好，请看下面的图片。
刚才我们讲观世音菩萨可以叫做救轮回三摩地，你看，请看啊，这张是敦煌的壁画，后面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原版画在台湾南部的一个寺庙，它大殿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前面的是就是铜雕的十观音，也就是四马路的准提菩萨，这是非常非常庄严的。接下来再看，这是胜十一面观世音菩萨，我念大悲神咒的时候就是观想这一张的，所以建议各位你可以选一张观世音菩萨，好好的专心观想，想观世音菩萨是有功德的啊，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个圣者。接下来再看鬼，看到了吗？我们只有佛教里面的七月啊，东南亚啊，华人的地方都会有超度法会，为什么？因为在六道里面呢，观世音菩萨会化现为鬼道身，度救度一切鬼身。你看观音菩萨这后面有一个善财，后面一个农女，有没有？你们常讲金童玉女啊，其实不是金童玉女，是善财童子菩萨，龙女菩萨，龙女八岁转生成佛。那你看到地狱恶鬼的这个恶鬼道畜生啊，都会有猛火，然后呢，那请问你知道这些是谁吗？过去世的佛弟子啊。就说这些恶鬼道的众生过去在天上跟人间啊，都拜过观世音菩萨，但是呢，因为自己恶业很重，还是造了杀盗淫妄酒恶业，堕入的地狱。可是观音菩萨知道他可以度他，因为他过去是拜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先杀羊脂净水，遍洒三千，灭除他咽喉上业力的猛火火。接下来观世音菩萨再念辨识真言，然后你就会丢一粒一粒的，像那甘露丸一样满他的愿。等到火停息了，然后又吃饱了，人吃饱都很愉快吗？这时候观音菩萨就会用神通看过去现在未来，看看这个人修什么法门。假如这个人是修六字大明咒，观音菩萨就开始放光唱嗡嘛呢叭咪吽，就一听到啊，你就想到过去，就像你们呢，各位很多莲友最喜欢听的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对不对？或是《绿岛小夜曲》，当你一听的时候，你就会唱。对，观世音菩萨就是这样度你的，先解决你的恶业猛火，第二辨识真言，满你的愿望。当你心欢喜的时候，假如你这个人过去是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就会唱阿弥陀佛的佛号。假如你过去世是背过普贤行愿品，观音菩萨就会唱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以一切遍礼尽无余。你听到的时候就好像听到过去世的记忆，就跟着一起唱，一直唱一直唱呢，佛力的加持，法力的加持，当你业尽的时候啊，地狱就消失了，然后呢就莲花化身，就看着你，你坐着莲花，有些会去极乐净土，有些会升到天上，有些会来生投胎做人，那要看你的福德因缘。所以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化现度恶鬼身的。接下来再看啊，南无面燃大士，观世音菩萨化成为度恶鬼道身。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我不用重复，因为我前面讲过，就是有一天啊，哇，阿难尊者在打坐，观世音菩萨突然变一个鬼王跟他讲，你七天以后如果不来度我的话，那你就没命了。就他吓死了，就跑去问佛陀，我怎么今天打坐了看到一个很可怕很怕拉的鬼啊。佛就开始讲盂兰盆经，讲超度鬼道身的仪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盂兰盆法会啊，看幻灯片上面就是观世音菩萨，下面那个肚子大大的很可怕的，对不对？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充满了悲心啊，然后呢度恶鬼道的众生。接下来看啊，这个是谢谢静明啊让我拍的，也是呢叫面燃大士。所以你不要以为观世音菩萨长得的啊帅哥美女啊都很庄严，不，他有时候会显现愤怒相、恐惧相。为什么？那是因为众生的业是不清净的。接下来再看，好，清净的新加坡福海禅寺就在这附近，对不对？很漂亮吧，非常庄严，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啊。
我们华人都比较喜欢庄严的佛像，但是不要去排斥护法或愤怒尊或恐怖的造型，其实那是你的分别啊。这是师父放了这么多照片要给你看的用意。接下来看到日本奈良东大寺，当佛法传到中国，从唐朝传到日本跟韩国，一直到现在，日本佛教跟韩国佛教一直都很兴盛，尤其是日本人对于呢这个历史文物啊保留的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视。那你可以看到奈良东大寺由日本天皇下令全部用木雕的，大概有三四层楼这么高的大悲观世音菩萨。接下来看日本33堂的圣十一面观音，日本人很善于处理木头，因为木雕的佛像呢是比较难保存的，但是木雕的佛像都很有神韵。接下来日本醍醐寺的六臂如意轮观音，有一点像新加坡佛牙寺的六臂如意轮观音，六个手臂代表入六道众生，其中有一个手臂是空的，代表般若波罗蜜。接下来啊，这就是新加坡佛牙寺啊，非常赞叹。师父去国外讲经的时候，我都一定会放这一张，还有弥勒菩萨。好，再看看日本初期造的叫铜鎏金的站起来的莲花手观音啊，这尊佛像是我的，非常庄严，非常非常的贵，大概你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新加坡的薪水。可是现在日本人呢，因为经济不景气，很少做的这种金呢，它是不会掉落的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庄严的。好，师父本身很喜欢莲花手观音，我好像很多种观音菩萨我都喜欢的。好，接下来再看，你看，好，它表啊，雕像呢像大丈夫像，然后上面有阿弥陀佛，后面有背光，非常的庄严。好，那在讲神变形的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一个故事。在慈光我讲过啊，请不要介意啊。我现在要先讲空性啊。好，等一下，先让你看几张照片啊，看一个段落。好，神变形我明天讲，再看一下。好，欢迎到 Welcome to Korea 韩国啊。现在大家全世界都流行韩风，对不对？好吧，师父也讲一讲韩国佛教。韩国佛教禅宗非常兴盛，而且韩国人看到你也会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心经跟大悲神咒啊，然后呢在韩国非常流行。请看这张就戴宝冠的圣观自在菩萨，是用木雕雕的，而且韩国的佛像背后都会有壁画，像敦煌壁画一样，非常的庄严。然后前面有一尊非常非常精致而且是木雕的啊，这是莲花手观音啊，非常的壮观。注意看，他也留胡子，代表大丈夫像。好，再看西方三圣的观世音菩萨，很庄严吧。所以韩国的人也喜欢像大乘唐朝的风格，非常饱满，然后呢非常的庄严，大悲观世音菩萨。好，现在看到了东密，就日本跟韩国马头明王，就是160页底下章，他遇到罗刹尼。马头明王是非常凶猛的。好，你看到日本京都的一个古寺雕木雕的马头明王，这个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好，讲到日本跟韩国，好，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分享。好，来讲完今天就下课。讲圆晓大师，叫标题叫一切唯心造。各位，刚才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所有一切都是为心而造的。在座有些莲友有听过这个故事，没有听的请专心听啊。韩国圆晓大师是一代高僧啊，他的传记非常了不起，他精通很多经论，其中最有名的是《无量寿经宗要》，也写过《金刚三昧经论》。韩国圆晓大师他非常了不起。他年轻的时候就出家，出家呢他跟同参道友发愿新罗国，新罗国就是古代的韩国，然后呢他要到中国唐朝去求佛法。然后他呢有两三个师兄弟一起要去求法啊，走着走着呢到最后只剩下一个人跟他。有一天他走啊走啊，前不着店后不着面的，结果呢太暗了，没有寺庙挂单，因为在深山里并没有寺庙，所以他突然想，
哎呀，那个师兄就很紧张啊，就叫我啊，元晓啊，怎么办呢、啊？现在没有地方，他就看一看，哎，元晓大师的鼻子很灵，闻到有香的味道。他说：“山里面怎么会有香呢？不是庙之外，就是应该死人的坟墓。”然后走一看啊，哎呀，有一个坟墓，因为以前的坟墓是凿在山洞里，就一进去呢，因为天已经黑了，然后呢，元晓大师呢就一看，施主啊，阿弥陀佛，他看着上面有供品，可见这是刚刚下葬两三天的，啊，家属已经离开了。那元晓大师就说，古代的出家人都住在坟墓啊，那师兄，我们今天晚上就睡这里吧。那要睡觉之前，我们就先拿这个木鱼，师父这就韩国木鱼，他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就开始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非常好听，然后就一直念，然后为这个施主啊回向，也为这死人念了三遍大悲观世音菩萨，就念了三遍心经，然后呢念三遍往生咒，然后回向完了以后就说，对不起啊，反正你已经死了，你也吃不到，那你这个食物就供养我吧，其他你也对出家人可以累积一点功德。然后呢，因为有新鲜的包子啊，还有食物啊，蔬菜啊，水果，他就吃了。结果吃，因为太饿了，因为累了一整天嘛，好出来走，就吃，韩国元晓大师突然哎噎到了。这时候他说，师兄赶快水，那这时候他就冲出去那一刹那，因为天已经黑了，他就看到一个月光反射有一个水池，他就呢赶快舀了一壶水，然后赶快来再进来啊，来元晓大师你喝，他喝了以后呢，我们吃食物的时候就需要水嘛，那食物融化了以后啊，然后呢他就哎呀谢谢你啊，救了我一命啊，结果晚上呢他们太累了就睡了觉。那山洞呢？是山洞啊，有太阳光就照进来。当天亮的时候就哦，公鸡叫了。叫了以后呢，元晓大师跟他师兄就伸伸懒腰，哎呀，睡着真好，谢谢你这位死人的布施。我们还是帮你再念三遍大悲观世音菩萨，三遍心经，三遍往生咒。念完呢，他就要离开了，就帮他回向。那因为一大清早嘛，出家人以前啊，我们叫做拿叫做齿木，齿木就是古代印度的牙刷，有些我们现在叫牙刷，那他也带了齿木，就是早上啊，因为口气会比较臭嘛，对不对？那你就要牙刷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一找，那就要找水，那方圆呢就看到一个水池，那他跟他师兄两个人就因为那水池没有很大，就两个人呢要摘下去那一刹那要喝水，他的师兄突然拉他看，云晓你看，天哪，水池的对面呢、啊，就一块尸体在那边，上面长满了蛆蛆，结果就是爬了所有的虫。这时候元晓问师兄，昨天晚上你给我喝的水是这里吗？他讲不出话，应该是吧，因为这里面都没有水池啊。好，这时候我先问你，假如是你，你会喝吗？注意听哦，专注听下面很精彩啊！这时候啊，他的师兄就抓着他，元晓不要喝，他说错了，我要喝。昨天的晚上，我们很晚，我吃到食物的时候噎到了，你以慈悲心救我。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水池是干净不干净，在我们没有分别的时候，水是像甘露一般呐、啊。可是今天太阳一照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水池的前面呢，就是一具尸体，尸体下面有了所有的蛆蛆还有虫，万法唯心啊，好跟不好啊，其实是我们自己的心分别了。他然后他的师兄呢很紧张，就抓着他，你不要喝不好，他说不，我一定要喝，他就元晓大师就把头啊真的摘进去了，喝了起来，然后当下他就开悟了，他就说，师兄我不去唐朝了，佛陀走遍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教法就是讲一切唯心造，你去吧，我跟韩国有缘，我就留在韩国。当时古代师父插播一下，韩国新罗国三分成为三个国家，三个国家是在战争的，人是民不聊生的，最后他就跟他说，你走吧，我就留在韩国救度苦难的众生。从此他就到处弘扬观音法门跟阿弥陀佛法门，所以元晓大师本身也念观音菩萨跟阿弥陀佛。好，现在我有个问题来各位，我知道快要结束了，再给我五分钟，请问现在你看到那个骷髅陀，要是你可能一个人就很恶心啊、哦，
第二个，你可能头会栽下去哈。第三个呢，可能说哦，不要不要哈。好，我来调查一下，一人只能举手一次啊。好，你不敢喝水的，请举手，举高一点。就是假如你现在是元晓大师，请问这个水池啊，还叫你喝水的，你不敢喝的举手，没关系，举高一点，诚实一点嘛。怪不得大家都不会开悟。第二个，你会勇敢的摘下去，真的就喝了那一口水的，请举手。师父也举咯，我会喝。啊，第三个，师父，你说水啊，是的，不是干净的也是不干净，卖安妮啦，就拍快了，请举手。好，注意听，这个故事是什么很重要，这就是一代高僧开悟的地方。答案什么？请看幻灯片。一切的好跟坏啊，都是我们分别。但是也注意听，不要呆呆的。我并不是说你现在听完这个故事回家就不要喝水龙头，要跑到厕水马桶去喝那个水，那你也太笨了吧。啊，师父不是这个意思。佛教讲真正开悟是什么，就是我们多生多劫的好跟坏，喜欢不喜欢，讨厌，对，喜欢讨厌，接受跟不接受，这个细微的念头我们习以为常，生生世世禅宗要开悟的就是打破这个念头。所以元晓大师的确就开悟了，他说昨天我不知道水的时候是这样的时候，我认为它是甘露，可是今天一大早在太阳光底下呢，看到是蛆蛆的时候啊，我却觉得很恶心。好跟不好其实都是你内心分别的。假如你慢慢去体会这个道理的话，你慢慢在佛法上就会有很大的超越。所以为什么佛教我常常讲普贤十大愿要讲修平等心，平等心就是把你好跟坏的差别，就像印度文化一样，好坏差别很大嘛，把你磨平。当你心平的时候，你在新加坡也是会开悟的。古来禅宗当他的心宁静的时候，听到钟声咚的一声他就开悟了，对不对？听到啊麻雀叫的声音他也开悟了，对不对？可是呢，我们没有抓住自己心地法门。佛法它最伟大的地方不是要叫你去外境去一直找，而是要从外境啊都是虚幻的，反观过来再看一下幻灯片，一切万法都不是真实的，都是你自心的反射。好，请背的这句话，但这句话要用对地方，不要下一次呢啊，老公跟老婆跟你讲，哎，老公下个月呢房租还没有到，哎，你要赶快负责缴钱啊。你说房租也是空性的，那我要拿木鱼敲你的头的，哎，那你用错了地方，那是你应该尽的责任，应该去努力。好，今天讲经就先讲到这里。韩国大师一切唯心造，他没有分别的智慧而证悟万法的本体。好，请合掌跟我一起念这个回向文，念我此普贤殊胜行。好，念四句偈就好，一起念，请合掌。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树瓦无量光佛刹。好，多说一句，当你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其实是你的心不顺眼，不要轻易的责备别人，不要变成这么 emotional and very critical， 否则你走到哪里你都会很痛苦而且很孤单的。菩萨道要透过外境来磨练自己。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录影就录到这里，谢谢各位，明天见。